首届新奥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在河北廊坊再度开战。比赛间隙，在廊坊文化艺术中心还进行了围棋名人与廊坊百名小棋手的交流活动。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中国国家围棋队领队华学明以及曹大元九段、刘金八段等围棋名家，还有首届新奥杯八强棋手石月、连笑，以及从北京赶来的陈耀烨、米玉婷、唐伟星等世界冠军棋手，来到孩子们中间，与100名廊坊的小棋手进行围棋交流指导。这个比赛的由来呢，就是在中国棋院的这个支持下吧，廊坊市委市政府呢决定要打造这么一张城市名片，借此呢把廊坊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在这个第一个比赛日之后，棋手的休息日，我们搞了这次世界围棋名人和廊坊百名小棋手的一个对弈交流活动。这个活动呢，主要是活跃我们廊坊的这个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廊坊的城市品位，打造我们这个围棋品牌，让我们这些小棋手和这个世界围棋名人见面，激发他们这个围棋的爱好，让我们这个围棋进课堂和围棋在廊坊的普及更加的深入。通过这次活动呢，带动廊坊市的整体的全民健身活动和文明城市创建这样一个意义。志在廊坊，乐在其中，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孩子们充分领略到大师的魅力和风采，激发他们从小学习围棋的兴趣，让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未来成为推动我国体育文化传承和全民健身运动的生力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7金力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七轮的一盘主将战。主将战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苏泊尔杭州队的主将连笑八段和山东景之酒业队的主将范廷钰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老师。刘老师您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连笑和范廷钰对这个老对手，围甲的都是第一台，都很厉害的啊。对，都是很强的。那么好，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棋。这联赛现在他们都是都是一线的当打之年。现在范廷钰黑棋啊。对。白棋走那小目。小目。然后这面星位。对。下了一个向小目。对着小目。对，然后挂角。挂这个。对。拖。这都普通的，对，然后在那面挂一个，两面挂。以前都是如果都高挂都这么拖，也有这么下的。现在呢就是一高一低挂，然后呢中间来了一个三尖高架。三尖高架。对，这个再普通不过了，这个都经常有的，对，是吧？现在黑棋是走的这个大跳。大跳。当然你大斜什么那个当然都多了很多了啊。嗯。现在走这个之后呢，普通是拆二居多，现在他走的是尖。先煎一下，先煎一下。这个呢，如果你长，它跟着跳呢，效率它会觉得高。如果你只是长，它就往前跳，这样的话，它觉得这样效率高。如果这么下，可能白棋希望走成这样。那么黑棋呢，没有这么下。黑棋走的什么呢？黑棋走的是个尖，二路尖，看着有点不同啊。以前我也往上尖也走过，但是现在是往这个二路尖底下尖呢。这个棋啊是还鼓励下过这个棋啊，很悠久了这部棋。这个棋有悠久的历史啊。对，这个棋应该说我记得有往这儿尖的。有往那儿尖的 啊，往那尖他就是爬了班的之类的啊。这个尖也有。他往这儿尖，往这儿尖。尖好不好，现在啊这个布局啊，你说他一定好，像这个定论都很难说。是的。应该说也是定式的一种吧。现在他们都认可这个下法。白棋拆出来了。拆，那等于是原来是单拆，现在这等于交换了两个。好坏优劣，说绝对的，不能说绝对哪个一定好坏啊。主要还看接下来怎么下吧。怎么运用这一代。这个虎一个，现在这个位置呢，你要单粘再逼住呢也可以，你要说，就是单粘呢。
如果是粘上，只是粘，粘上再穿，粘上粘你跳，不管它飞还是跳，然后拆一个，拆一个就高拆也行，高拆，哎对，哎就这个，对高拆低拆，低对这个都是可以的，嗯，这个形状是比较普通的，我粘了拆，哎最简单，哎普普通通，哎或者高位也行。现在呢，他是没这么下，他是虎了一个，虎了一个就是什么呢？不可能再拆了，他就想脱先，实战，实战他是虎的，对吧？这个小范是虎的，他呢这个棋呢就是想脱先，嗯嗯，白棋翘起来，对，这个他就这个虎呢他就不低拆了，他翘起来，这样他想脱先，脱先呢他是走的是，他先虎了一下吧，虎了一下，先虎了一下，然后再飞呀，飞一个，哎，那么就是想脱先这么走，这种下法你说他一定哪个好啊？真的是不好说，嗯。对，但是这个棋就是一个坐禅，就每个人的爱好不同，对，每个人爱好不同。我作为黑棋这一方来说呢，一般来说要前面要下的稍微积极一点，如果说是普普通通的铺地板的话，就觉得这个天幕的负担太重了。一般来说是这样啊，或者说布局的速度要快一些，或者说积极一些，对，是这样的理论吧，有理论至少、啊、对、这个那要说像这样的话，我要是我下走什么呢？也可能我爬两下，或者在中间再走走，或者，走这个两头都要，也可能是这么想。嗯，他就直接冲断了。他下的够激烈。直接冲断，这个。不，连校的棋风也本来就是。哦，连校是好战斗的。对。连校有名的，连校呢，他这个看着非常温和。温和的面孔啊，这个但是呢是棋啊特别特别暴力，就属于那种喜欢战斗暴力型的，他是典型的，那个连校的棋也很有力量，作战呢也都给人家作战屡屡能得手，对，他这个冲断是可以想的，要是我可能爬两下或者走那面可能会往这儿想，现在他走着冲断，看黑棋怎么处理。小尖，小尖挺好，好棋挡住，然后再来压一个，这也好，其实算便宜了。然后呢，他再跳这个，白棋长，因为这个马上有冲断呢，他就补一个，这都比较普普通通的下法啊，这个就算作战了，就算告一段落。像下到这个时候呢，就是第一感，我第一感可能就是白棋往这一类的走走，有可能。走一个，有可能，既然尝完之后往这儿一走呢，瞄着那个地方怎么走，以后这里点呢、啊、等等，这种作战的下法，比较普通，但是他没这么下，连下为什么不这么下呢？他是不太明白，他是往这个地方下，就正常普通比较那个思路都是往这一带，对对对对对对，好像总觉得这一带好像两边分割开了，是不是觉得太？他走的这个，他下的更。现在可能他是不是又有别的想法？他想，如果你走这个，我往这面，比如说往这儿先贴一下，贴一下，那么把你走中了之后，以后再动手也有可能啊。但是这个棋，真的有点儿，现在棋有点儿让人琢磨不透了。他们黑棋也没理他，黑棋没理。既然你不往这儿走，正常的思路应该在这一带。对，白棋他就走了，他走了，他走一个，这个也可以，这个是的，然后白棋搬过，搬一个，那等于各走一边，那我把这面捞个实地，你在那儿走形势，这个棋说哪个一定好，这个真的挺难说的，看谁喜欢你，邱老师喜欢哪一位？我不知道，这个局面还早得很，早得很，觉得太早，太早，那现在应该说评判也都不好说，对，这个棋哪个好也不好说。喜欢战斗的可能喜欢黑的走，但是捞的实力也不小。刘老师是不是偏向于黑棋一些？觉得现在啊，现在如果掷黑的有可能啊，如果现在下黑棋的话，但是他下一招一下的话，我就不见得了。为什么呢？他走的是这一招棋，他跳一个，他走这个。如果是我下的话，就如果我说啊，现在该黑棋下，黑棋走这个比较连片，拆一个连片，连片比较好，因为那两个子已经，镇住了，你跑呢，我就再进攻，那我黑棋更喜欢了，你不可能再跑了，如果你这样跑好，那我高兴了，走这个你要走这个好，那我就跟着走，这样的话那挺合适，那你再往前走吧，
哎，你再往前走，那我再走，好，更高兴了。这样的进攻进攻，我这都控啊。对，这样的是黑棋喜欢的。嗯。但是不可能是这样了，就是说白棋不可能那两个子再这么走啊。白棋估计会挂角。哎，对，挂角，挂角，黑棋哎，或者飞着进攻，然后这样的，因为那两个子孤，我这进攻呢，一进攻那两个子自然就要被我吃住了。其实我觉得应该走这个，他没走。哎，小范没就走这个，他是走的这个手一个单关手脚。当然手脚那个地方太近了，那个地方已经有个硬头了，哎，有点重复，被他分头有点大，我觉得这个他是走的这个吧，走这个。对，这分头我觉得恰到好处的一个点，给白棋有点舍不得，总想先占为己有。范廷钰好像还是比较偏爱实地，所以他觉得那种模样啊，他不太喜欢，他喜欢扎扎实实的先把木守住。哦，他是风格啊，对，喜欢他要是把木牢牢的守住，他心里踏实。对对对对，你说的是，我想起来，他这个是范廷钰喜欢木，对，他喜欢那个小木一小优势之后啊，控制局面他比较拿手，是，所以他这个棋，实惠的喜欢先捞。对，有可能他这个风格啊，然后走这个之后呢，黑棋走这个是吧？逼一个，对。这下面一步棋，我想如果说让观众朋友们猜的话，我估计很难猜得中，因为一般来说普通的思路都是白棋分头，黑棋逼，那我总是想拆一个，拆那个哈。但是他实战拆个二之类的，对。就比如说高拆或者怎么样，这步棋也得走一个，你不走被人家逼过来，是不是觉得太大了？对。但是现在呢，大家都流行一个点三三。现在这个很意外。不是这个流行，这个是受潮流的影响，点三三。但是这个即使受潮流的影响啊，这个点三三呢，好像有点过了。您觉得现在是不是？我也觉得是这个时候，好像点三三不是太恰当。即使要点三三呢，这个地方的形状啊，是应该什么？先打入再点三三。对，这好像这个局面下点三三，我实在没觉得它这个有何好处可言。这个形状，我们学棋的时候，我记得啊，那个时候有过定论，因为这个常见的形状，应该是先打入。挡上啊，不是靠住之后再点三三，要比直接点三三要好。对对对，是的。应该是这样的话，结果会好，因为这个黑棋处理，因为有一个交换不一样了。不过如果说现在打入的话，刘老师黑棋会不会跳起来呢？那就说哎，当然说了，可能会跳起来的，或者是那样跳，他再点三三，那也又是一盘棋。就是说，要从这个局部上说，应该这么下。他直接点三有点早。我也觉得是。这个棋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子啊，实战，你看，我们看实战走，这样的话被这样黑棋走这个的话，因为这里多一个子，这个多一个子，这个形状来还是说，黑棋这个形状还是比较厚实的。白棋不管怎么说，你在外面呢都飘着子啊，是稍微有点过这个地方过，这地方分了走了再点三三，这个棋的有点受这个潮流影响，但是这个我觉得有点过头了。现在实际上走成这样的话，白棋呢也应该搬粘，单搬粘，单走是吧？应该现在就应该走这么下，搬粘，然后他虎一个吗？大概是虎一个，然后你再小尖，这个是一个普通型，应该走这个。这样呢，看你黑棋怎么补。这个是一个白棋呢最大限度，以后你再搬出来，这个形状比较好。他没这么下，他是走的那个实战，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下法，最普通的一个下法。他是走的什么？他就顶了。他顶了。走了一个最普通的走。但是让黑棋下的特别厚，我觉得。对，就这个形状啊。搬针。对，这个形状是黑棋是便宜的。为什么呢？这个打拔先手，对，这外边黑棋外面特别厚。对，现在如果你长，它会跳。是，长的这个它会跳，这两个子呢，它有飞，它是活棋。现在它是拆二，这个当然这个非常大了。对，这个呢，它打拔是先手，你看这个是它就马上便宜，这一般就死了，它得补啊。补活。白棋补活，那这个形状是啊，虽然说
这个籽粒是黑棋多两手，但是实际上你这个六目活一个角啊，外面黑棋太厚，关键是现在配合整个的形势啊，它那面你的飘的两个籽，这个形势来说，黑棋配合全局还是白棋选这个可能欠妥，不是最满意，我认为啊不满意，哎，现在一走这个，黑棋往上面震过来，震过来，对，这个我觉得黑棋还是挺容易下的。那看着白棋的桎梏就有点问题了，就觉得这个我这就有点替白棋担心，这那黑棋那么大的阵势，你将来这两个子准备怎么处理啊？对，现在就是要桎梏，你要桎梏特别有自信，你下这个白棋行，喜欢这个白棋，桎梏要桎梏的能力挺强才行。现在白棋往前跳吧，对，跳了一个。桎梏他，但是你黑棋得有招数的，能够把它得拿得出来，拿得出来就是你进攻有能力啊。他是走的这个，他飞了一个，飞这个，飞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是也不小啊。如果不走，如果不走，你这个他白棋长一个是一个，本来是这个，如果这样哈，白棋长一个是吧？你这个靠一个那个，然后他怕他怕这个。哦，是这样。一下这长完有个这个，他那个长就算成你白棋的，是吧？所以呢，黑棋飞一个也是有它道理，飞一个也好，飞一个眼尖的目啊，也大，也有目啊，他做活了。他是防你刚才那个，是不是？接下来是不是还有这种？比如飞段对，那个暂时先不说那个，但就是你后面你把那根儿去了之后呢，以后你随时你都薄，对我又发动。随时冲击你的可能性，我再慢慢收拾你，慢慢收拾。这个棋先把你根儿给，这个也大啊，看着小，实际大。对，现在白棋拆了一下，拆一个，那个拆当然也不小，是这样吧？对，拆一个也挺大，这是一个大场，现在仅存的一个大场了，没有地方比这更大的了。对，白棋拆也大，这三个子想要自己。走好了，走一步棋好像也不解决问题。那这三个子就是有点薄，但是你要没力量，你也吃不着它。这个就是看看慢慢慢慢再往前走走了，这个看你的这桎梏能力了。对，现在白棋该它白棋拆了，飞了一个。如果你要没有桎梏能力、进攻能力，就这么收拾空的话，白棋空可不少。刚才毕竟点三三，如果你的后势不发挥，就给他平平淡淡收拾空，这棋你呢，你还赢他不容易。这白棋空挺多的。飞一个好棋，那不能被飞下来靠下来啊，飞下来大，这个他先手，然后黑棋走一个这个，再飞一个，对，这个是个好形状。下面如果你白棋普通是，如果你稳当的话，你还得再补一个，是吧？应该可能说补一个也是一个老实的下。他是不是有点担心人家震，可能会震，直接震过来，对，怕这个。这样呢他零零散散他也能够那个什么你护影，你这个也薄，这种地方钻不怕，待会你这两个子基本上不，现在白棋怎么处理啊？这也是个难题啊。是的，也是难走的。对吧？这个棋你要说虽然白棋控是还不差，但是你这个地方随时被我，随时被我。如果这个子被连根切下来，那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太大了。你看你怎么处理了？现在是还挺不容易的。现在他白棋没有补那个，白棋没有补。他也不太肯被人家走一下。他没有补，他是说刚才他怕震，他就干脆他往前跳一下。他怕震，他说他我要先补这个吧。补这个。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方式了，补这个，补这个它就飞下来了，飞，那就你那个不补我就飞下来。大家各自互相的，我走我的，我自己走你的。桎梏法，它是往前跳，往上跳啊。你倒是真的是不知道说，如果它连起来，你如果你要补一个，它被它飞连起来，倒是白棋的空倒还可以。对。是吧？或者他以后这个地方长完压了，他也能够，反正他只要把自己处理好了两块，对，那都行，都行。好，黑棋先拖一下，那他肯定得搬掉啊，这搬是退掉，退一个的话觉得被你便宜了，是的，干脆搬吃掉算了，你打哪边我都提，对，打吃，对，这样搬吃掉呢是也是一种心情，搬吃掉也挺好。
就先到手的木啊，先收到了，然后刺一起刺一下，刺一个，刺一个，想要发起进攻了，就看是啊，你要是粘上，我就把你割断，看你是粘还是压。嗯，哎，他是压的，压的，对。如果你要那面冲了，就被他一路下来啊，嗯，并不合适。对，嗯，现在黑棋也没有冲断，也没有冲断。这黑棋如果现在冲断的话，容易被白棋走到外面去，然后把中间处理好了。对，比如说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长还要贴吗？就不贴了。这个棋啊，这个棋它。我怎么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贴一下，还是把这个长出来，或者啊可选择的招法比较多嘛？觉得招法，他就贴下来吧。啊，那就贴下来吧。嗯，贴下来，哎，贴下来这样有点难受。你如果补这个，他就这样，他就算补一个也行。嗯，哎，补在这儿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嗯、这样白棋就算那个什么了，白棋都处理好了，哎，就算行了。嗯、而且这一带也有先手，啊、这也要打持下来。这黑棋不满意，这样下黑棋不满意、嗯，对，不愿意这么下。这肯定不能为了吃一个子就丧失了整个的攻击。对他走的什么呢？他走了中央的棋，他走了这个，他不满意刚才、嗯，他要这样。你看他走的比较狠，他走、那个、把它断开要求。他认为那么只吃了三瓜俩枣呢，那么一点木他不肯，他说给你走强了，哎、嗯不要随便，他说我要从根上全部切断你。嗯，这个是最狠的，对，是这是最狠的，这个比那个强。你要依靠，你若依靠被他扳断，那他高兴了，两头来吧。哎，你这个他这你这一断他一长，嗯，这他喜欢了，嗯嗯，在他最喜欢看到这样，两头你来给我做活你就累了，哎，这个是对的，这个挺好。他最希望的是这样。那现在白棋的话，你要是对付黑棋要是分段的，你如果。两头活那你最高，其实你现在最强的是什么？搬这个，哦，搬这个，在那边反正回头我哎，你来吃吧，你要吃，你非刺我就粘、嗯，刺我就粘，什么都粘上，然后你全部我连成一片，让你吃我一块活，对，刺两下我全粘上，看你能不能吃着我，这够狠的，这个是最好，这个是最狠，然后。黑棋也最怕，说其实黑棋怕他这样。嗯，这个搬着之后，这儿也有眼位了，这儿还有长的问题，那个地方你是打不打？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力量最强就要搬住。嗯，不要去凑着黑棋走。嗯，如果这样，你要黑棋下一步在哪个方向，还不好找，下不下决心吃我这一块。我觉得要吃太困难了，困难了，这吃也困难度太大。对，那下面我觉得搬一，他应该搬一个。嗯，他就分开处理。哎，连笑就应该搬掉。要求上下都要活。分开处理，要吃起来其实黑棋很累。嗯，他没有搬这个棋，我觉得有点问题。他应该搬。嗯，他走的什么？他走了一个这个，他是个要。寻求连起来，联络、嗯、他你说尖的话被他直接飞断了、嗯、这都能断掉，直接挺就能断了、嗯、他是飞的一个，他说我这样也是不是也差不多形状连起来的感觉了，他还是看着、哎、回头把这个断的子跑出来的话，对黑棋下面有一些威胁、嗯、但是这个棋呢、嗯、黑棋走得很，他是走的这个刺一个啊，这个就把白棋啊，你有可能你的适得其反了，嗯，你如果粘上被他这一靠就断了，嗯，你这都是坏棋，你还不如单扳呢，全连不上了，这你这就凑黑棋给你那个走了，这变成恶手了，嗯，这个棋就已经断了，你扳他就算属虎一个也断了，他如果说扳这个的话，那现在就虎，那属虎一个也断了、哦、对，那这个断点太多了，哎，这个实在是护不住，这样的话，你有可能凑黑棋，哎、嗯，凑黑棋了，嗯，凑黑棋的这个顺他的调子了，嗯，哎，不好，这个不好，没错。所以这个棋呢，到这个时候呢，你反而是白棋要，所以中间这个进攻的一步都不能差，这一步你如果松一下，这个差很多了，没错。
啊，这个中盘战是关键，关键啊，可以解决这个所有的问题，或者是解决后面的胜负的问题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时候是就双方都是较劲儿的时候，较劲儿的时候啊，这非常重要。这接下来怎么进行啊？这到底智沽会制成什么样，还是黑棋的攻击会能够收到效果？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7经理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七轮的主将战，由连笑对阵范廷钰。刚才呢，跟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黑棋在这儿飞刺了一下，刺了一个。这个很重要，现在怎么办？如果粘上不是跨断了？如果你要单压，它也可以来一个狠的，就直接就断了。这因为这个子你吃不着它，这两个子。现在黑棋的这个断白棋麻烦，是白棋麻烦。你如果直接长，它就一路长过来，没事儿。冲打它就是一路长。这个黑棋这个两个就是断的状态。那么白棋不能压，那就走什么？粘也粘的觉得不舒服，那粘被靠断了。对，这个棋它是走的这个，它飞的这个，飞的这个。就这个棋飞呢？这个黑棋来的就是更实惠的，他就来个这个，特别直接、简单明了。他来个，我要求把你断开，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挡，我就冲断；如果你粘上，我这个就尖断。这吃下来，把这个吃掉，好大。他来实惠的，他喜欢实惠。对，小范是喜欢实惠的，所以这个棋薄，白棋薄的地方就给你冲击你的薄位了。小杨先点了一下吧，他现在点的，现在点这个试一下黑棋应手的这个好棋，这个棋呢黑棋就让了，以后这个角上有一个活棋，有个打劫活吧，有个打劫活，对，现在这个算断了，那么白棋呢就干脆他也就不要了吧，压过来，这连不上了，压过来呢把黑棋冲这个，这样呢就算是一个这样的，但这底下也吃得够大的，底下不小是吧？好，现在搬一个，黑棋又虎到这儿去给他，这个也够硬的啊，对，这个也够硬的，这个地方实际上这样，黑棋这个随时能断掉白棋的补，现在就是白棋也很薄，到处比较薄，黑棋呢就看怎么。就是双方进攻了，双方进攻。现在如果白棋这个下面补在什么地方呢？如果你要说我狠一点啊，是在这个地方是最狠的。打吃，我粘上，粘住，然后下面不知道怎么着。你如果一虎这儿冲断了，对，冲断了是吧？这白棋到处都是断着的，这儿这个断点也不好的。对，这个棋呢，不知道走什么。你要粘上，可能粘上之类的，太薄了，薄。这个比较薄是吧？对，这比较薄了。他白棋呢下的也是，他是说不单纯的防守了，他走什么呢？靠一个，够狠的，靠出来。他是想什么呢？他是想这样，你搬，我再退。这里面有断呢。假如说你补一个，补一个，那我这个棋呢，这合适，也可能我来，就从这儿下，反攻倒算，我从这儿下来。给你这么搅，现在主要这个冲断已经补掉了。我这样我是想这么给你搅，这个地方倒拼力量了。大家，我看你那个，我反正你来攻我，我来把你也拽进去。大家在里面直接就在里面作战吧。把你们那个这样的话是白棋的成，就是白棋的这个。上了白棋的当了，我觉得这样。对，这个好像至少是已经很混乱了，接下来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对。实际上他没这么下啊。对，实际上，黑棋下的特别稳健。黑棋下的狠，他其实这个下的好。刺了。把这个冲了，他也不给你挡的机会，然后把这个断了，全给你留下了。这个先留下来比较实惠，这个都吃下来了，那面你再说了，他等于是先雇一头把这个大的钞票先捞了，然后那头啊你来吃我再说，先得了便宜再说，对，他这个策略是对的，
没错，反正这块其实眼位还是很丰富的，击打然后虎啊，这各种的底下都有眼。现在那个吃起来，现在是你来吃我的问题了，我只要做活，我做活呢，我这个眼位丰富。对。他这个这攻守逆转，我这儿捞了一票，那头再说了。是，那边这捞的地够猛的。对，那个吃起来累，那个不知道怎么吃了。现在你白起怎么吃我？他就只能先扳头啊，不管怎么说，先把头扳住再说。他扳头呢，他是走这，他也不硬来，他是走这个，这个是要点，这个要点。你如果哎，对你贴我扳，你飞我也飞，这样他扳起来。他总能这一点啊，做起来应该不成问题。他扳这个，你看，他还扳出来。这个比较狠。他扳那个，他还怕他长。如果扳这个他会长，他扳这个。下得好，下面你看啊，他这个走的也很，这个棋黑棋扣打，这个黑棋这下得好，对，挖打，那只能长，这外面打也打不住，打了双叫吃，这不能这么打，打完了大家一看，这马上站起来打花了，就全打花了，所以不能这么玩。这个地方像这种制孤的地方啊，是这个范廷钰啊，他比较拿手的，他也比较喜欢。一般他这样的棋路都是很擅长做活的，我觉得。他先把空一捞，然后做活，是他的成了他拿手的地方。没错。他喜欢这样，这符合他的风格。长一个，他胡打，打吃胡打。这个棋呢，形状黑的比较舒坦。粘这个被他黑棋粘上，你总是要把它连断。他是走这个，走这个，提掉。如果你吃那个被他蒙住，这块棋等于成了转换了。对，不管你走什么，随便走一个吧，就我这挡肯定是先手，你得往回连一个。这中间就全要死了，这全线要这，不说别的，就靠一个也差不多了吧，扳我这一虎就行了吧。你刚才那招单跳也行，这个都不说，那个都它也不完整。对，好像也没吃干净吧，这里面看着是。所以黑他是黑的，现在踢掉啊，踢掉之后白棋要拐的，这个必须拐。然后黑棋也不是断，它是贴，黑棋贴这个团，然后把这个打了，打了，对，这做活应该就看得很清楚，他在那面活了。那个是个活形，这一挤一扳什么，这里面是活形。现在就变成什么了，我这儿该吃着了，这现在就是这个，你能不能对我黑棋这个进攻？是，中间白棋也很薄，白棋也薄。是的。大家看，打吃，接上，然后飞一个，飞住呢，他再捞一个。这个简直是把所有能打的空全部打到手里。这个也很好，不走的话，我这一贴，把黑棋这一贴就嘟嘟嘟，就白棋就对贴过来。就把白棋彻底踢断了啊！等于这儿又是占个便宜，让你必须得拐，否则我一贴你麻烦了。然后黑棋再逃那个，又开始在这一带又开始处理各种。他这个就是说我该捞的都捞完了，然后呢，再给你中间再来较量，中间呢你的保卫还在显现，还有呢，这靠黑白棋最强也就冲。这应该说连笑是个力量棋，对吧？也是个力量棋，他也是力量棋。这个两个人拼力量，其实小范这中间做活拿的连笑没有办法。这个吃一个是最好的下法，如果你一长白棋一贴，这样。对，正好把它贴断了。对，这个棋连不上，对黑棋，所以吃一个是最佳。然后呢，黑棋不能长了，黑棋只有在这儿打一个，对吧？这儿打一个，外面翻吃。对，白棋把它抓掉，总算这个地方赚一点啊。尝一个之后啊，下面你看啊，白棋这块棋要注意，这块棋要小心，不走。刚才说，邱老师说这个靠出来，就煎完一扳，这块棋就没了。必须补了。所以这靠断它防不住是吗？对，这黑棋就算。就最次的一尖一扳，所以这个必须得补啊。这很想现在尖断它，但是没有功夫，那边那是一大手棋欠着呢。对，那个欠着。没有办法，所以只能是这样。对，黑棋在这儿尖回来，来一个连这个小尖，
哎呀，这个是最最普通的、最土的一个煎回来。他这煎回来之后啊，嘿，他很顽强。嗯，这块棋啊，你摆起来杀我杀不掉。嗯，你怎么杀我？你不好杀了。这块棋发现黑棋很有弹性，就这儿呢，拐打肯定是绝仙。然后现在该白棋走，你怎么杀我？不，这要从何入手？最狠的杀我是什么？杀我呢？嗯，这我最狠的我也不知道最狠的可能是这个吧，粘伤。粘伤。粘伤。粘伤，我觉得很容易活嘛，看起来。他胡打一个就行了。对啊，胡打提掉吗？对对对对，那么这样就胡。这里已经一只铁眼了吧？不是，他就就中间走走就活了。嗯。就能够活了。这我觉得要吃好像没有可能，这马上就断掉了，你还得补这个断。不，这个棋就不容易死了，这个，他就这么走走，他眼位就的，而且他这儿虎一个就有眼。对啊，虎一个就是眼。对啊，这一虎就中间有个眼。嗯，这个还吃不掉黑棋。嗯，不好吃。那你别看他很顽强，正好是你吃不掉，吃不掉。那么怎么办呢？白棋他先粘了一下，粘这个试一下应手在这儿。哦，还怕什么呢？他怕什么呢？怕是吧？还怕挤一个吗？那也许，嗯，也许他还有担心，比如杀的兴起的话，被黑棋这一挤啊，你打这打出来，对，有那种可能性。对。他如果其实没别的，人家做活的时候尝一个先手也行。对对对，尝一个虎一个先手，这不是一只先手也。但是跟这个交换了一下。啊，对，交换了。黑棋断了一个。断补防这个吃，是吧？没错。这两个交换一下。嗯。交换一下，白棋对该这个能动手不能？先尝。尝这个，因为你这个地方怎么杀杀不着。对，这灭眼啊。这个地方如果杀不着啊，你看被黑棋打，你那个就亏了。嗯，这个一打，这个地方其实是个关键。杀不着的话有点麻烦。这一打，这个棋他被他黑棋逃回家的话，黑棋得的多，你看这吃了这么多。嗯，那个也没损什么。啊，本来这个没有损目，至少。黑白棋得什么呢？白棋最多是这个，把这个是，那个小意思了。嗯。是吧？这个棋，所以这个是个关键的地方，这个是个关键的地方。这个地方，现在看来没有办法。这个长不长也没办法，好像不长被这个一虎打，这个一尖就眼位就出来，两个眼两个眼就出来，而中间它还有藏的有眼，所以这个棋没有办法。就是拐打之后，这个不能被提啊，只能粘上。他先并了一下，啊，这个一打。这个棋黑棋粘上是吧？这个棋，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我觉得这个棋啊，它的实战，刘老师的意思说单跑一个，单跑一个，这个棋好像是白棋也不好办。对，隔开了，所以那个实战，我们看实战，对，实战他是走的这个白棋团。那你说我现在断行吗？如果断这个。断这个我觉得不见得行，为什么？这个白棋虎先手，然后白棋往这儿一走啊，这棋有可能把黑棋给卷进来，对，有可能卷进来，有点看不清，看不清楚，这样搞不清楚，是的，好，我们看实战，它实战是怎么走的啊？实战呢，这个棋白棋走在这儿的时候啊，黑棋也不去断了，它很灵活，它飞这个，其实是啊，飞这个。只要过来，他到认清的形式，对对对，只要过来即可。嗯，现在你的拿他没有办法了。你如果你要硬来走这个，不靠下来，如果靠下来啊，不是走这个，靠下来的话，他就搬也可以。搬，对对对，你要断我就退一个，对。这个子连不回去了。哎，这个就白棋没有办法了。嗯，这特别简单。这块棋也都他就简单的，我只要活了就可以，不要再硬来给他断了就不用了。现在形势应该说黑棋主动，因为吃了很多了，现在是吧？那么看他实战走什么了？实战呢，他是走的这个白棋，也知道他靠是不行的，尖呢他就爬回来，他是飞一个，对。那么我就拖过也没关系，拖过也你也不能硬来吃着是吧？
哎，对，这硬也硬不动了。哎，你要搬它就怎么弄它没有用，它是顶的这个，那我就粘在这个，没法走，主要是。现在哎，对，顶一个也是先手，对，它顶一下，但是这也不能如果你比如说你要我给我搞断或者搬断，对，对，它可能都不用那个顶，直接就这虎一个就行了。这有个断，这有个冲断，哎、对，简单明了，你断开。这样的话就是说已经。白棋自己连不上了，对，这样就白棋又坏了，嗯，是吧？对，所以当你如果你敢断它，我直接虎就行了啊，这顶不顶都没关系，不用顶，直接虎断就可以了、啊、对，顶不顶。所以呢白棋不敢爬了，那个走到这个时候不能爬了，爬的话直接就分段了、嗯、是的，是吧？嗯，这个棋黑棋比较简明、嗯、黑棋哎、让黑棋让白棋把中间两个吃了，白棋是不是吃掉了？白棋是搬的这个，对，他搬了一个，搬的吃掉，他、嗯、算这个白棋把上面算搬掉，这两个呢就算跑不掉了，嗯，那么跑不掉，黑棋也连回来，这样呢就算和平解决。小范掌握这个尺度啊，他、嗯、说我这样就 OK 了，这样就活了，给上面给你活了，虽然你其实活了，我也很可惜，这个呢你全部算你活了，本来你这个棋都还有悬念，是不是活的问题？嗯、现在呢黑棋形势不错。对，是吧？黑棋不错。那么现在黑棋一挡，白棋走什么呢？还是脚上三三挡？哎，挡一个，考验一下。这个他就唬住。这个棋呢是有一个棋的，有打劫。如果下一步走、哦、一走，这是基本型。嗯，这是个打劫。嗯，以后这是个打劫活。嗯，那么作为黑棋，如果形势好的话呢，是这样，他就直接直接是搬的，搬粘就行。搬粘应该是这样。嗯，让你活，哎，让这样，嗯，这个就说是黑棋定型给你这个活，活了这个算多少目吧啊？对，不管是我细算是多少目，20目或者怎么着啊？嗯，有没有20目？10，哎，20，21。但是这个活了不小，但是呢，活完之后黑棋再去选那个，24目。24目啊，活了，24目，那么。这个有多少目？他也不小，这个一尖，黑棋一尖也不小。他呢，实战他没走，实战他是实战呢？他没这么下，没这么下。他是走的什么？这个角是其实有一个打劫，但算上进活了，黑棋可能会给他进活，就从这样。刚他肯定是判断他这样下他不够，不够，所以够了他肯定活了。对，所以白棋他没走，实战他是走的什么呢？嗯。他把这个贴了，对，这个其实你说有没有24目？这24目好像不止，不止。他被他一尖，23，哎，那个棋也非常的大、嗯，因为这个一贴，整个都给他吃了，是吧？哎，就大家这个各走一边了。他这也很大呀，如果贴过来，这已经是10、15、16、17、18、19、20、21、22。这已经最起码是20，非常大，非常大，接近25的样子。哎，你说他的判断就是那个比这个大。对。哎，现在黑棋把这个两个吃了，吃了，把这个吃掉，是吧？嗯。把这个吃掉，然后他是走的这个，一吃这个棋不吃，这个地方白棋还有问题呢。对啊。有问题。对。不走这一扳就有问题了。嗯，他是最起码是个打劫嘛？对，就是有个打劫。这、看简单的一点，就打劫就已经是个打劫。你要跳完之后，以后挖也是个打劫，它是长的。那么我走这个，不走我这一挖断就是个打劫。对，挖断之后你叫吃，我粘上就打这个劫了。对，刚才打劫活。刚才黑棋不管是搬这个也搬这个也都是打劫。打劫活，对，都是可以把它打劫断开。你如果走这个，那他正好挖了打劫，你就劫财，不见得那什么了啊。对，所以你活24目，然后中间这个棋打劫，这个打劫关键还跟那个都有关系的，不止、那可中间打劫也不小。对，是这样。他补了，现在白棋搬了一个，白棋想补这个打劫、对。他如果说你打吃，他粘上，那他就先手不掉了。那就不行了，对。啊，那当然他脱先了，那他最希望这样。这个有个那直接再活脚啊，对。所以他不能打吃，千万不能打吃，他是让了，他直接就。这个他是搬一个，他就后面推让，对，接上，粘上的时候，他脱先了、他把这个补了，没错。这个尖呢，意味着这个脚上就彻底死了。嗯，你搬虎一搬那个就是这个就死活就不用说了，这是最基本功，这个脚上就算黑棋了。
那就下面呢，就是你走了这个之后，看那个棋，你能不能吃我？这样一来，好像全局觉得黑棋的目是领先了。现在袜端已经没打劫了，因为那儿有个后面一个回家。打吃是一个奇迹。对对对。你要把这个先团打到他这儿能活。对，就是说这个棋他算把自己保住了。下面呢，他把这个吃了，吃了之后，黑棋、白棋对那个棋看有没有办法，靠一个。这个是个要点。如果不管你走哪个，不管你打或者拖，我只要黑棋站这个位置就已经活了。嗯，是的。拖这个，靠一个。嗯。那看能不能吃我。黑棋立，这不能挡，挡了被一冲一断。对，那就是最好了。那对于来说就吃着了。嗯。他立下来。立一个，然后白棋打吃。这个棋看看能不能怎么个活法的问题了。嗯、这个棋它是现在拖过去，对，拖一个是必然的。如果你走别的，还不见得活。嗯，拖一个是对的。然后他走这个冲，再冲冲看似是个妙手。如果你度过，这个棋，对，再一挖，这个棋黑棋麻烦了，出棋了。这个棋麻烦了，成了一个打劫活了。这个打劫太重了。这是白棋希望看到的。嗯，如果走成这样是，黑棋就麻烦了。嗯，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范廷钰这个地方他很老道，他走的什么啊？当你冲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幸亏他是有一个这个，他早看出来，他有个戟。早就给你准备好。有这个戟、他现在能接回去吗？白棋？如果接，如果接的话，黑棋我想啊，他是不是能够往这儿走？啊，压一个。压一个，会是不是很厉害？压一个的话，这底下好像被搬下去太大了吧？如果这个啊，假如说是这样，那么我粘这个，这有个袜，对不对？我得再打吃啊。打吃。嗯。然后啊，这个棋啊，我怎么觉得这个，这样吧。这个您就是不是粘回去粘这个，你不能粘，对不对？对。如果你粘，那么我搬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吧？全部都要断开了。这个全都要死，全线阵亡。这个麻烦，这个你看都被我那个什么断开了。嗯，是的。是吧？这打吃它就粘上没啥用，对吧？这个就麻烦了。气不够了，那你这个图是肯定这招也不行。那你被我这个一挡。不，你刚才你现在粘住被我这一挡，对吧？粘住一挡，被我一挡，你说我还有只能这么冲回去，冲这个，对，冲这个，他这个打，这个打，啊，这底下这个，这个搬不得了，搬你看有叫吃呢，是啊，虽然说你把这个吃掉了，但是这个搬下来损失惨重，没错，这个一转换就觉得肯定是不便宜，至少是不够，这个可能不够，对，一会儿这黑棋还能立他一下。啊，对，这个不够，这个搬太大，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棋可能，不成为棋转换。你看你现在，你这个跟这个交换，这个他已经你刚才算20多目棋，对对，这个就已经给了黑棋了。然后你呢折腾半天，吃了这么多东西，又吐到白棋手里，而且他搬在这个地方还带木的，黑棋成了木。包括这个打，那个打一下都多少目了？那个打都十目棋了，是吧？对，没错。而且在家救回来的这些子，对。啊，这个那边吃了总共20多目。那是20多目啊。对，那个总共你这个等于是挪到那面，但是黑棋成的功，总的一核算，亏了，核算对吧？这亏了，这不是赚了的问题，这亏了。所以这个棋黑棋在这个一扣打，这个棋白棋还真的不好办。黑棋走的这个，对，那么他走什么呢？他是往上冲了一下，冲了一个，冲一个，冲一个。我想，这个棋你如果冲这个，倒是白棋可以给你拼。如果冲这个，是吧？他可以拼这个，他可以冲这个，可以冲这个。你贴我打劫没问题，你如果这个，那我可能就这个了。你吃这个没关系，他把这个吃了。那底下这全死了，这肯定是亏了。这样是不行的。是吧？这个黑棋亏大了。这个黑棋不行。没错。所以呢，这个冲是你不能再往前进了，不能再往前进了，再往前进被他这么给你冲断了，是吧？这个棋呢就只能是到此为止了，他呢不能冲这个，只能断这个了。所以他断这个，在这儿对断这个行，断这个呢，
白棋这儿要被恰吃，哎，白棋这个要把这个收了，这样就大家和平解决，就算那个什么了。但吃，你吃这个也是必然的，因为你提这个被他先手走这，对，吃这个对的。吃这个呢，如果我再占个便宜，说打一个，这个棋呢，黑棋有可能就直接粘回来了。这是因为这个棋，这两个白棋连不回来，白棋不能星位粘，对不对？他只能提这个，哎，只能提这个。你提这个不管事儿。提这个被他提这个俩给抓了，是吧？你提这个给那这俩给抓了，所以这个棋那个打也不能便宜，是吧？那个打来不及，那么现在他是走的什么呢？白棋很无奈的把他他把这个走了，这个等于是这，哎，那但是他是他立先手，哎，不忘立，立一个先手，然后这个打还是个后手，现在黑棋是搬的吗？黑棋是走的别的了吧？把这个加了。啊，加一个对，特别大，否则被白棋搬掉是应该白棋能够先手搬掉，他老来不及啊，没走着是吧？走不着，感觉是。有可能他怎么没有先手走啊？没有走这个，这个应该是白棋可以先手搬。那么现在被黑棋加，你再挖被人家都打掉了，这不行。所以呢，现在是黑棋先手了。他来这儿搬一个是吧？这个特别大，因为。这是要命的，这不但官子的问题，还有死活的问题。这黑棋能够先手连回也算便宜了。对，然后他又把这个啊，那个本来你看白棋要能打，该走的全走着了。这个棋不顶了，被他啪一顶一打，这个棋很大。对，目数很的大。啊，非常大。黑棋又把这个粘上了，粘住。这个、对，这个他本来有个夹，对吧？现在他尖一个，尖一个，对，这有个挖。对，这个粘上，这是有个官子。对，逆收把这个收了，把收掉。那是先手，那是白棋的先手。对，逆收掉。那现在就没棋了。打吃先手。对，粘上。对，团一个不是把这个立了。哦，团一个是这样，它断了，这个吃通了。对、这个、对，那是通的。通的，断不是断。对。然后到这儿，这个是最后一手、哦、啊，下到这儿。这样的话就下完了，最后是黑棋中盘获胜。对对，实际上呢，这个棋呢大概盘面十多目吧，对，十目左右多一点。已经十多目，所以也没有必要再收下去了，这肯定是收不赢了。啊，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这黑的范廷钰是中盘战胜了连笑，啊，很精彩的一盘对局。谢谢大家收看，好，再见，再见。